去啊，打职业哈，哎，砸长我，砸细我，来打职业哈。下一个单位是我们中间设施的国术，请做准备哈。好，谢谢。好啦，谢谢，再次掌声感谢我们啊中山设施啊。好来，好啊，这流庞大。啊，接着是我们高原设施，马上了嘛。哎，国美沙皮，海康啊。哎，我听说的最高年龄八十几岁啊，中国。哦，87岁最国美的87岁啊，打击乐啊，哎，最热场的歌声闪飞啊，最热场的闪飞啊，哇，好来，来准备啊，啊，场地的关系啦哈，啊，太黑了哈，啊，场地的关系，啊，我们许哥长刚才有讲啊，很可惜大家每一个社区准备那么好的节目，把角落在那舞台上有多棒啊，来，再次热烈掌声好不好？来，啊。谢谢啦！
18岁的，那干嘛是个特殊关系啊？大，就不会有我的啊！我来，好棒哦，好棒！啊，我们的黄村长跟小伙李局长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谢谢，来，接着下来，啊，好，那个，来，我请他，好好，来，我们沈师傅哈，一中啊，中心社区啊，我们那个，啊，现场哈，我们沈师傅。哇，你看看，小朋友哈、哦，未来的国家主人翁啊，锻炼身体好来。哎，我们争取我们台湾有望了啊、哦！对对对对对。行者不能再猜，行者
的是邪魔度，这个重心邪魔度是度，要不要？
四季平安。五福临门六六大顺，七巧玲珑八仙过海，九如耀灯，十全十美百无一失，千祥万吉万事如意。谢谢大家。哇，掌声谢谢。文武双全哈，好吧，全体都要注意。南国术馆的那个师傅啊，他是那个担任走秀中心的一个裁判，好、哦，他据说也在当过裁判长，所以我们这届小孩不知道为什么把他叫来训练，因为他可以从国小开始，国小、国中、高中一直到大学，这都是进入到那个武术班哈、哦，都可以有得到很好的一个保障，所以各位。各位热心伙伴，如果你们的小朋友也想学武术的话，到我们那个闽南国术馆这边来哈、哦，因为我们的裁判长、我们的馆长就是走秀中心的裁判哈、哦，所以你们要保送升大学，保送升大学应该不是什么问题的，在武术方面。同时，因为现在受话剂很严重，我们的小朋友练武术的话就没有受话剂的问题，要是我们都检查过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不知道说话去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感谢我们各位。好，你们有的。就拍照，哎，等一下，拍一个团体照吧。来，拍一个团体照。来，拍一个团体照。在拍照之前呢，跟各位再介绍一下。我们这个岭南文武馆哈、哦，是由我们沈正莲啊，沈正达师傅啊，刚才有讲哈、哦，是我们这个啊非常棒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裁判长哈、哦，参加过第五届台湾武术文化之一哈、哦，即前女委员杯的哈、哦，都是我们团体的冠军啊、哦，来再次热烈掌声好不好？国家为那个主人翁啊，台湾有福了啊！各位锻炼身体啊，就是由这边开始啊！来，谢谢我们那个王理事长，我们那个沈师傅啊，谢谢！来，接着这个。